怎么没看到你男朋友啊？分了。分了？好好的怎么就分了？以前给他发短信，他都是秒回，后来要等半天才回，甚至第二天才回。好不容易周末了，想一起去逛逛，人家要么要加班，要么就头疼，哪儿都去不了。说是股市亏钱，手头紧，连饭钱都是我付的。其实早就知道他不爱了，还骗自己，他只是累了。算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人家对你什么态度，自己不清楚吗？不爱，不勉强。也不纠缠，这是我最后一点自尊。